我管事是不行吗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王浩浩，你这叫带住财，你是个带财的人，我给你钱你带得住吗？狗东西，你还想管钱了？你不要脸。盘点小学生爆笑，看图写话。要是去世了，你不会再管？不会，我会搬去跟我妹一起住。那要是我去世了，你会不会再分啊？我也不会，我也会搬过去跟你妹一起住。滚！你有毛病吗？你老婆生气似的，想这样做。拿去。咱俩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个律师。律师怎么了？我朋友都说了，娶啥也不能娶律师，要不然到时候连条裤衩子都分不到。胡说八道，裤衩子属于个人生活日常用品，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所以离婚的时候裤衩子是不能被分割的。你的裤衩子依旧还是……哎呦我的妈！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起不头，你干啥呀？亲我干啥呀？亲一口，咱俩。你还买啥呀？我啥也不买，就这不亲一口。亲我他妈不说啥，我们心里没底，多么贵呀、啊！我没亲呢，亲一口。我他妈说的可拉倒吧，我还不亲了。我还亲。这就是我的宝贝。咋了我？一个拉锁都没拉的女人。哎你给我动手啊！你动手试试。神龙十八掌。啊！你这动手是不？咋的？九一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媳妇儿、你撞吧撞吧撞吧。干啥？我爱你。啊？我爱你。三个穿鞋得了，不敢唱。我操！我说我爱你，包使咋的？走大舅。干啥？进屋爱去的。啥玩意儿进屋啊？你走，我不敢趟了，操！你可以吃我的脚吗？我不可以。为啥？那你为啥能吃鸡的脚脚，不能吃我的脚脚？你这是一回事儿？这咋不是一回事儿？你不爱我了？睡衣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咱俩都在一起七年了，然后呢，他送了一套这么好看的睡衣。咋的？有男朋友？没有、啊。你是不是得让我伺候饱饭的七年？哎哎、啊、七年了、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？咋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有他。都说男人娶了个好媳妇等于成功了一半，所以我决定娶俩。哎呦我的妈！问你个问题啊，嗯，为啥你们老爷们儿都喜欢漂亮的女人呢？嗯，瞅着家里边有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会说话不？会说话不？会说点话能死吗？哎呀哎呦我的妈！想吃肉了？先把这碗汤喝。炸！不是你有点过分了吧？哎，我就这样，你爱吃不吃。行，有你的。你去哪儿啊？老公。嗯。跟你商量个事呗。嗯，不用商量，听你的。我想买一个。买。我都没说我要买什么来，你就让我买。那我说不买有用吗？
那我也得听听你的建议不是吗？那你真想听我的建议？是的。行，那你就再重新来一遍。嗯，老公。嗯，跟你商量个事呗。没什么好商量的。我想买一个。买。嗯，我闭嘴。一天到晚想买这个想买那个。哎呦，你看你厉害了个，这日子你可想过了。你看，哎呦我说这样不行吗？都听你的，不用管。哎，这么不讲理。你能不能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温柔一点点啊？别的女孩子怎么温柔的啊？那刚才有对小情侣买菜哦，那个女的说：“哎，老公，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呀？”你看，你看人家多温柔。那我也会啊。你会会啥？老公，等一下你来看到好不好？晚上你回家做饭洗碗好不好？这个月零花钱减半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？你干啥去？我去吃一把枸杞，我今天跟你拼了。What the fuck？ 媳妇儿，啊，如果我出轨了，你该咋办？出轨那不都正常吗？啊，谁能搁一棵树上吊死呀？咱俩都你这小体格子，你可别给我出去丢人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就一个沟，怎么缺个沟？你媳妇一天事成多了，啊！爹这辈子咋活的不知道吗？夹缝中求生存，我跟墙头草似的。不是你夹缝中能长那么胖？那我给夹缝都挤冒了。老婆，他的孙子没有呢。老婆，他的孙子吧？哎呀，没有呢，你着啥急啊？老婆，我啥呀？大晚上都睡觉呢，就你没睡，你想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拉我窗帘了吗？你别闹，你大白天拉我窗帘了吗？谁睡觉不拉窗帘，还不招人吗？咱说好的一个人一间屋，你拉你屋里去，你拉我屋里怎么了？我不招人。你开窗户干嘛？怪冷，心有病啊！凉快凉快，我愿意。啊！五万，你别溜，你别闹，一个人一间屋，你别闹。你的眼睛像星星，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我想太多。总这样说，干啥去？哎，太热了，洗个澡去。我给你摆门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我给你搓背。不用，那你给我拿个毛巾去吧啊。好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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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有人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你把你的为数不多的财产交给我保管以后，加油找我拿钱，吃饭找我拿钱。嘴里找我拿钱，买烟找我拿钱，还账找我拿钱，什么都找我拿钱，惊喜没有了，礼物没有了，以前我舍不得买的东西现在更舍不得买了。不是，那钱都在你那，你想买买是呢。 你看你就是这样觉得，你就觉得我很有钱，你吵架就和我要钱，你就觉得钱在我这里，钱都是让我花了。不是我平时我这个加油呀、美烟什么，这个都钱都有数的，那钱都在你那里，你那你就只看进不看出啊？家里大大小小什么不用钱啊？那以后你管钱呗，我都不管了，你管吧。我管也行啊，我管试试不行吗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王浩浩，你这叫带住财，你是个带财的人，我给你钱你带着住吧，狗东西，你还想管钱了你，不要脸。哎呦你！别笑！娘！哎，娘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翻一下。
下。我自己翻。哎呀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自己，别慌了，别慌。告诉你们，永远必须把这个鸡蛋给我捡起来，整个的，天天让人啊，让你们有点装，还不是你能吗？不是有本事吗？今天我捡不出来，我就把这剩下的全给我吃了。怎么公司新来的女同事啊？啊，是来了一个，漂亮不？挺漂亮的。嗯，漂亮吗？啊，到你比你差远了，没你漂亮。嗯，化妆呢？化妆还可以吧？你穿衣服呢？你穿衣服倒是挺漂亮的。我操！我出去打麻将，我走了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整天就只知道打麻将，这日子我实在是没法过了。今天我必须得找你妈去退款退货。你要退款退货？啊，行，那你得先给我恢复出厂设置，我再给你退款退货。果肤色粉红，脸上绒毛细腻柔软，皮肤粉嫩光滑，眼睛明亮有神，身材圆润有型，四肢健硕有力，毛发浓密发亮。那说明非常健康，不必担心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对吧，咱俩玩画捉迷藏。多大个人了，玩什么捉迷藏？就大玉米粒子，咱得搞这人了。哎呀，这就炒好了。炒好了，志总。嗯。就炒到这儿了。咦，那咋感觉不对劲儿了？你啥不对劲儿？白天那青天白日的，我能哄骗你不成？我走了，我不累，我砍玉米去了。哎，现在这渣男，你说玩完女的都不娶人家，我天！哎呀妈，我这也没好哪去啊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那么有些人娶完了也不能我玩儿，都一样。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我的妈呀，怕你呀、啊！跑步去民政局，听着没？现在行，我身份证都准备好了，今天必须离。哎呀哥，这是早有准备呀、啊！当然了，走吧。啊，走啊！妈，那什么，把孩子看好，我给你换个儿媳妇去啊。等会儿啊，咋的了？等会儿。电票没带。妹妹哥睡了。啥事哟？是不是出轨了你？我出什么轨啊？出轨？哦，你没出轨，孩子都一岁多了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一岁多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是休班，不是辞职哈。哎呀，在这等着我呢，我这，那你天天在这屋睡，在这屋睡，今天晚上跟我去那屋睡，走走走，一年了哈。我不行，我身体，我辞职，我申请辞职了啊。我不先走走走。我不去，哎呦，那。这女人啊，这个穿搭是真迷离啊！你这把大报纸给糊身上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不是想让你多学点东西吗？我英语学的不好啊，关键是。学的不好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啊。老公，你醒了吗？你还疼不疼呀？疼不疼呀？哎呦，这谁呀？小眼夹的，假老鼠用弹完了。哎，咯咯的，它要下蛋还是怎么的？我看没，小绿茶。这你当时刚搞对象的时候你给我发的，我当时是个小夹子，现在成个大钳子了。